我也这个可以啊。做的怎么样的？你判断吧。我觉得一个 cutting board， 因为我们之前买那个 cutting board 中间就断掉了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买一个新的 cutting board。我们刚刚在看的就是这个 cutting board， 这个大概才多少钱？大概10块的样子。所以我之前买的这个也是10块，但它这个质量就比那个好很多，这个更厚。当然在亚马逊买。我觉得这个 food tray 也不错，这个我觉得很好， give thanks， 这很好。它那是 square 啊，还是这样 rounded？ 是不是是这个？11块，然后这个是多少钱？又是7块就卖了？可以买这个，这个是更好。哦，对 ，is it thick enough？Because this one is very thick compared to the one I had at home. That one is very thin.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乌尔玛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乌尔玛。啊，乌尔玛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我们要去乌尔玛。今天太阳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大，然后我就戴了一个帽子，所以呢，如果觉得热的话，我就戴帽子。你暂时的。对啊，现在没有太阳。所以呢，我就暂时不戴帽子。我们现在在看一些洋娃娃，我看到了这个南瓜。看，老公，你现在，好啊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在逛一逛。嗯，对，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南瓜。宝贝，我们还有多久才到？25分钟左右，好长哦。对啊，有点最近在街上看到很多人在 cosplay， 特别是从旅馆里出来的人。然后可能最近是动漫节，然后持续了很多天。昨天下雨天，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做 cosplay， 然后就看到 different 他们不同的那种装扮。等一下路上看到给大家看。前面就有两个做 cosplay 的，看，宝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前天也有这样，可能这个动漫节持续要几天吧，大概3-4天。戴帽子，戴帽子。后面的人
人真的好多。那我今天穿的就是这样一件蓝色的长裤，这件衣服还比较凉快。其实我就是在省上面买的，感觉他们的衣服还不错，物美价廉。看，这是我广盖。啊，这里有个 cosplay。